闹冠星台，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，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，保持室内空气流通，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，勤洗手，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，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，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，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，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，家家防流感，户户健康又开心。